各位同学好，很高兴呢又跟大家见面了。接着呢，我们要来看三十一讲。好，三十一讲呢是有关这个有关投资的一个会计处理。那同学学完公司债的会计处理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所谓的这个投资。那在过去呢，我们有很多的科目哈，也就是说我们在最早期其实同学都听过所谓的短期投资跟长期投资。那接着呢，我们就还来,來。 根据最新的 i p a s 它所用的科目，还有过去所常用的科目的一个比较介绍。好，那这部分呢，我们有几个章节，有五个章呃五个节来做个说明，也就是单元的目标。第一个呢是证券投资的标的与分类，第二个呢是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证券投资会计处理。 第三个呢是按摊销后成本衡量的债券投资会计处理，第四个呢则是透过其他损益、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之股票投资会计处理，第五个呢是采权益法的投资相关会计处理。好，那这边呢，同学一定会有些疑问，这个科目非常的长，那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另外，同学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有些是后面是加证券投资，那有些又是债券投资，或者是股票投资呢？其实，同学只要有一个观念，一般来讲呢，证券我们待会兒会介绍，它有一些分类好，你就会知道说有债权的跟呃这个股权的证券。 那另外呢，有些债券呢，它才要摊销，所以当然呢，它的科目就会写按摊销后成本。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再一一的说明。好，那第一节的部分呢，是有关投资的概述。首先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分类，在企业投资的标的呢，包括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以及不动产投资等金融资产。 其中又以证券投资 （investment in securities） 最为普遍，而证券投资呢，又可以分为权益证券跟债权证券投资两种。好，所以同学呢可以看到，其实企业的投资，它基本上呢，它有很多种，证券投资是最大宗的，而其他的金融不动产投资，好，那就是我们在呃上这个前几讲次有讲到不动产的会计处理。 好，所以这边这一节主要就是有关证券的投资，而证券投资刚才也特别说明了有分，呃，权益证券跟债权证券，啊，也就是股票跟公司债，好，所以同学把它记得，权益证券其实是投资所谓的股票，那债权证券呢，就是上一次讲次我们讲到的公司债的一个处理。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权益证券投资，购买他公司发行的普通股、特别股以及认股权证等，而成为被投资公司的股东而享有其股权者，此类的投资呢，我们就把它称为叫股票投资 （investment in stocks） 最为常见，所以也把它称为叫股权投资。 所以从同学这边，刚才老师就特别解释了，它是一个权益证券，英文叫做 equity securities。而这个权益证券呢，其实一般来讲就是买他公司的股票，而成为被投资公司。所以，我们这边角色有所谓的发行者，就是所谓的这个被投资公司；而我们投资人呢，就是投资公司。而我们之前在公司会计里面讲的呢，其实就是被投资公司，它就是所谓的发行。 普通股的一个分路，那我们现在反过来是投资人，哦，要去或者是投资公司去投资这个发行公司，也就是被投公司公司的股票，那这个的会计处理就是这一章要讲的一个重点了。好，第二个分类呢是债权证券投资，也就是购买公债或者是被投资公司所发行的债券。 而取得他公司开立的长期票据，而成为政府或者是被投资公司的债权人，透过定期获取利息而获利者，此种投资呢，又以债券投资 （investment in bonds） 最为常见。所以，同学这边就可以看到，不管你投资公债，一般来讲，公债就是政府可能发行的。 或者是被投被投资公司所发行的这个债券，而这一类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债权投资，因为你是投资人是债权人。另外呢，也提醒同学，这这类的投资呢，好、哦，就是所谓的负债嘛，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棒子公司债，也就是我们在上一个讲次来讲。 这个发行人，也就是被投资公司的发行会计处理。那我们这一章要讲的呢，哦、呃，就是有关这个投资人，然后投资公司所投资的债券会计处理。好，那到底证券投资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哦，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第一个目的，为了调节资金的需求，由于季节性的因素，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企业暂时闲置的资金就可以把它用在投资的证券，并于需要资金的时候呢，再把它变现。如此既无周转的问题，又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第二点，获取赚取投资的收益，因为投资证券呢，可以赚取利息或者是鼓励；而出售证券时，又可以把这个差价，又可以把买卖赚一个差价。 所以，如果投资得以，甚至能叫正常营业，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同学就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有闲置的资金啊，我们就可以去投资那些被投资公司所发行的权益证券或者是债权证券。好，所以这边讲的证券呢，是分成股票跟或者是这个公司债，好，所以叫权益证券或债权证券。另外呢，就是赚取差价啦，比如说这个所谓的鼓励。 哦，或者是利息，这个是一般讲的所谓的这个利得。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资本利得，好，比如说公司债的把它处分掉，哦，或者是股票把它处分掉，可以获赚取一些差价。那这个呢，就所谓的资本利得。那第三个还有什么样的利益呢？呃，还有什么样的目的呢？他说策略的考量，借由证券的持有而控制了其他公司。 比如说，本企业的公司，或者是借此与业务相关的企业，如本企业的供应商或客户，而维系密切的关系。所以，同学这边可以看到策略，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像红海好会并购了一些公司，或者是台达电呢，会基于可能五 G 好、哦、的一个现在很夯的一个五 G 的技术，而去购买啊、哦、这个有关利端公司的一个公司债。 其实这个都是他公司策略的考量，目的呢，也就是做长期性的一个合作。好，接着呢，第三，我们要来讲证券投资的分类。除了少数的股票投资，因为被投资公司而具有重大影响力乃至被控制力而采权益法处理外，其他的证券投资，我们会依照性质不同。 而把它区分为摊销，呃，按摊销后成本衡量的债券投资，以及以公允价值衡量的证券投资两大类。所以这句话呢，在提醒同学，如果你的持股比率，你持有被投资公司的股权比率很高，那多高？待会会介绍。那很高。 多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采用权益法，而权益法的细节，这个之后会再做介绍。那但是呢，其他的分类呢，就是说，除了权益法之外呢，如果你是属于债券投资的话，那就是所谓的按摊销后成本衡量的债券投资。 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长期投资，长期的债券投资，也就是公司债，它可能五年到期，所以一般我们要用摊销后的成本来衡量。另外呢，有些股票跟债券，它可能是短期，类似以前的交易目的，哦，或者是被公出售。这个之后，待会王老师也会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以公允价值衡量的证券投资，所以同学这边就特别提醒证券。 包括股票跟债券，好，但是按摊销后成本衡量，这个只有包括什么债券，好，这个就是刚才老师特别跟大家提醒的一个重点。好，那企业持有这个债券投资的目的，就是以合约定期收取固定的金额，也就是利息收入，以及到期时的本金，这一类呢，我们就把它归类叫。 按摊销后成本衡量的一个债券投资，而此类债券投资，也就是过去我们常用的持有至到期日的债券投资，或者是长期债券投资，也就是公报埃法斯规现在规范成所谓的“好”，它按摊销后成本衡量的债券投资，就有别于过去的持有至到期日或者是长期债券投资， 那另外呢，如果是以公允价值衡量的证券投资呢，就不属于上述所谓的按摊销后成本衡量的债券投资。那我们会根据这个公允价值衡量，又可以区分以下的两种。第一种呢，是透过本期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证券投资。 所以，此类的证券投资，也就是过去会计科目所使用的交易目的的证券投资，是指买卖活动频繁，欲于短期内出售，并进而赚取价差为目的的投资。这部分是包括债券跟股票。所以，同学，这个透过本期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证券投资，好，这科目非常的长。 就可以发现，它的这个证券，它其实有可包包括的，就是所谓的股票跟债券。好，那第二类呢，是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股票投资。此类的证券投资呢，就是过去使用的被公出售的股票投资，也就是非交易目的的股票投资，是指获取得时也就决定。 将其公允价值变动列入其他综合损益的一种投资科目，且针对该投资可能透过出售，也可能继续持有而加以获取利益。所以，同学这个科目呢，就可以发现，像这种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也就只有股票才有。因为一般来讲，你投资债券，你长期来讲它是按摊销后成本来衡量的。 所以刚才的科目按摊销后成本是债券，但是透过其他综合损益这部分呢，也就是我们过去的被公出售的一个股票投资，所以这部分呢只有股票的才会有。那它的目的呢，可能是因为为了要准备出售，也可能继续持有，也就是说它不是刚刚所讲的这个短期交易目的的，我们就会把它归类在。 透过其他综合损益、公允价值衡量的股票投资。好，接着呢，就来看报表上的表达了。同学讲完这么多的会计科目，待会王老师一样也会有一些这些的会计科目的一些细节跟处理，大家可以会再重复的复习。那老师这边呢，在报表的表达就要来跟同学讲，通常证券投资持有期间的长短。 我们会根据到期日的一个年数，可列为短期投资跟长期投资。那同学都记得，短期投资就是放在流动资产向下，实物上列为现金的下面，应收款项的上面。非属短期投资，我们就列为长期投资。长期投资就是放在所谓的非流动资产，列于基金及长期投资向下。好，再来呢，我们可以看看一下。 刚刚所讲的会计科目，它的财务报表怎么表达呢？首先，透过本期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证券投资，通常归属在短期投资，因为它是所谓的交易目的嘛，就是它短期内它可能马上出手。那按摊销后成本衡量的债券投资呢，一般就是属于长期的公司那种公司债，所以要列为长期投资。但是同学如果一年内到期的哦，那当然就要把它转列为短期的这个。 这个流动资产向下的短期投资，那至于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股票投资呢？那就要看它持有期间的短长长短来分别归属于短期或者是长期的投资。而具有重大影响力或者是控制力而采权益法的股票投资，那当然呢是要列为所谓的长期投资，因为权益法这一块它一定是长期持有。 不会把它放在短期或者是长期，所以这边的归类呢，大家呢就是可以来做一个说明。那接下来第二节的部分呢，就要由王老师来透过刚刚的这些会计科目来介绍他们的一个会计处理跟一些分录。那我们接着呢，就有请王老师来做个讲解。好。 那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透过本期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证券投资，那它的一些定义啊，还有处理方式等等。那首先呢，这个透过本期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证券投资呢，它通常是这种呃专门以投资为本业的公司，例如像是证券或是投资顾问公司等等。 而不是那种制造业啊，或是买卖业。那这些公司呢，它的本业呢，就是透过交易这些所持有的证券，是它的主要营业活动。那当然，呃，我们还是在会计上还是以经济实质来去做分类。如果说一些制造业，或是买卖业，或是服务业等等。 如果可以证明说他持有的证券投资呢，其实是符合透过本期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证券投资的定义的话呢，那一样可以归属于这个部分。那之后还会有介绍透过其他综合损益衡量的证券投资，还有按摊销成本衡量的证券投资。那最后呢，会为大家做一个清楚的介绍。那可能会在下一讲。 会有这样的介绍，那可以帮助大家再重新一次理解这几个投资的定义。也就是说呢，之后大家了解这些定义之后呢，会在这种分类上呢会比较清楚。那关于这个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证证券投资呢，它的这个会计处理呢，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取得这个。 证券投资取得这个金融资产的时候该怎么做？那购买这个投资的时候呢，应该要按成本入账。所谓的成本呢，是只有含购价，也就是呢不包含手续费。那经纪人的佣金啊、税捐还有其他附带的支出呢，就是呃由于交易的频繁，会需要另另设账户来做记载，那作为当期费用。 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类在这个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证券投资。一般来说呢，它的这个所持有的这个期间通常都不会很长。它可能在一些呃对公司有利的情况下呢，它就准备做交易。当然呢，它并没有说一定是要快速的去做交易，但是呢，它随时有要做交易的准备。 因此呢，这个手续费呢，我们会直接把它当做费用处理，因为基本上呢，这个手续费呢，大家可以去想一个理解方式，就是说，这个关于手续费的支出啊，可能也效益也不会太久，因为这个透过损益的金融资产呢，很快呢可能也就会交易掉了，因此呢，它不能作为这个成本的入账。那下面呢，这边有一个例子，假定北山公司与 x 七年一月一号购入某公司的公司债，那它的面额是两百万元，年利率六 percent，每年底付息一次。那他支付面额两百万以及佣金五千。那大家就要这个时候要区分，就是说他的购买价格跟他的佣金在这个。 分类透过损益按公有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在这个分类底下呢，它需要把这两者来去做区别。那题目也给了利率，那还有它的复习。如果说会有一年有超过一次以上的复习呢，则就是要分开来去做处理。那以这题来说呢，呃，只有复习一次，那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分录。 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以最标准的科目来看呢，会用这个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之金融资产，dash 债券。那因为有可能会是股票，所以呢，如果是股票的话呢，我们就会以 dash 股票来去做处理。那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呃，过去呢，以这个科目呢，它有其他科目名称叫做交易目的的金融资产。其实过去它的，呃。 名称呢，就是以它的目的来去做分类。那现在的名称呢，其实是以这个会计处理的方式来去做命名。也就是说呢，它这个金融资产呢，它的会计处理要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来去做衡量，是这样子的呃处理方式，才会有这样的命名方式。 那相较于按摊销后成本衡量之金融资产及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之金融资产，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呢？如同我刚刚前面有说到的，它不将手续费计入金融资产本身，那它另外设一个手续费的科目来去做表达。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题目有提及说呢，这个购买金融资产的购买价格就是两百万。 那他另外有支付手续费五千，也就是说呢，他实际上有关于购买这个金融资产，它的整体的现金流出，他一共支付了两百万零五千。那也就是说呢，会有一个贷方现金减少，现金流出二零零五零零零。那借方呢，因为呢这个金融资产是一个资产。 所以呢，资产增加会有一个借方的资产科目两百万，那手续费呢，则作为当期费用处理，因此会有一个借方的手续费五千，以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去做呈现。那股票投资的话呢，以债券投资来说会有得到利息收入，那以股票来说呢，则是会有分配的股利。那接下来呢？ 假设呢，这个北商公司呢，他购入债券之后，他在十月三十一号收到一年的利息，也就是说呢，这个是债券，所以是利息收入。那前面有提到这个，我们以这题来说呢，我们这个购入债券的面额是两百万，那我们有这个六趴的利息，那我们就会有十二万的利息收入。这个时候呢，我们获得利息收入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现金流入。 所以我们会借记现金十二万，那这个利息收入呢，就会有个贷方的利息收入十二万，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呈现。那如果说呢，他每年一月一号才复习，则于十二月三十一号先做一个代记的应收利息，隔年一月一号再转记应收利息、代记利息收入。其实这个有点类似很久之前有学过的。 计时转需，计虚转时。虽然它呃概念上有点不同，可是它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说呢，它会先代记一个应收利息，这个是一个过渡的科目。那这个过渡科目呢，它先借记一个现金，因为它实际真的拿到了这个现金。可是它其实是一月一号才做这个复习的，所以说呢，它会先代记一个应收利息这个过渡科目。 最后呢，再转一个应收利息借方，带利息收入。其实呢，这个两个分录呢，只有差一天，一个十二月三十一号做，一个一月一号做。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应收利息这两个部分一贷一借，其实删掉，其实就是借现金带利息收入，也就会完全等同于前一张投影片所介绍的那个利息收入认列的分录的最后的结果。 那到了期末的时候呢，正如我刚刚有提到过，这个金融资产它的类别呢，就是它的会计处理要用透过损益来去做衡量。那它的年底的时候呢，就会要用公允价值来去做评价。那每期期末呢，这公允价值变动呢，会认列一个评价损益。 那这个评价损益呢，其实是作为当期损益来去做处理，也就是说，这个评价损益呢会进入损益表来呈现当期损益的变动。但是呢，因为这个损益的增减呢，也造成了这个金融资产它本身变大或是变小，因此呢，我们在公允价值的调整呢，除了有当期损益的部分，也会影响到这个金融资产本身的账面金额。 那也就是说呢，会因此而影响到资产负债表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这个当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下呢，会有呃在分路上会怎么样的来去做处理。那当公允价值小于账面金额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就会借记这个，透过损益跟我们价值衡量这金融资产的评价损益。那大家要注意到，就是说呢，这个原本这个金融资产有一有一个入账金额，就到了年底呢，这个金融资产，呃，以股票来讲哈，比如说它的股价跌了，这个时候它的价值变小了，对我们公司来说，我们投资这个买这个金融资产，它价值变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损失。这个时候借记呢。 这个评价损益的科目，大家可以姑且把它理解为有点像是就是借记一个费用，就是产生了一个损失嘛，借记一个废损。那代记的部分呢，则是有代记一个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之金融资产的评价调整。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做个理解，这个代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资产减少的概念，所以来去做个代记。那如果呢是这个。 如果是公允价值大于账面金额，只是反过来，就是会有呃收入啊、利益有收益。那金融资产的部分呢，则是要借一个金融资产，让这个金融资产提高。所以呢，这个损失的部分呢，就会是一个在财务报表表达上面，就会在损益表中有一个列为营业费用及损失。那如果是大于，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公允价值大于账面金额，那会有代记的部分。 那则是营业外的收入以及利益。那承接上例呢，这个北商公司的投资呢，它原本入账的金额是两百万元，那到了年底呢，它变了二零一五零零零，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债券的价值呢多了一万五，所以说呢我们在做会计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借记一个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评价调整，也可以对许一个评价调整，这无所谓。那代记呢？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是金融资产的评价损益这么一个利益科目。那借方呢？这个评价调整呢？大家可以看下面的注记。这个评价调整科目的设置呢，是为了区分原始投资的账面金额与后续公允价值的变动。 那其实简化处理呢，你不设置不写这个评价调整，直接写一个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之金融资产也是可以的。那就是我们前面呢的入账科目是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之金融资产 Dash, 债券。那后续的评价调整呢，我们就会用这个评价调整来去做区分。那如果出售这个债券的时候呢？ 在债券投资这个呃章节里面呢、啊，除了按摊销后成本衡量的金融资产以外，其他的部分呢，透过损益或是透过其他综合损益的金融资产，都要在它出售投资的时候呢，在处分日的时候呢，重新依照公允价值来去做评价。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假定北商公司在叉八年四月一号将债券出售得款二零三一零零零，也就是说呢，它原本在入账的时候是两百万，后来经过一个评价调整，二零一五零零零，现在他说他可以用二零三一零零零出售，也就是说公允价值已经浮到二零三一零零零这边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把。 二零一五零零零要调整到二零三一零零零，所以会有个评价调整，那再做一个借现金二零三一零零零，那转销原本入账两百万以及三一零零零的评价调整。好，那我们今天呢的一个讲解就到这边，好，那谢谢大家的收看。